黑鲨科技是一个游戏手机。腾讯当初计划对黑鲨科技进行收购的这个初衷呢，就是因为腾讯自己有比较强大的游戏业务，然后再收进来一个硬件公司，两者可以进行有效的业务协同。游戏手机是手机市场中的一个比较细分的垂类，用户量比较少，消费的人群也不大，我想他收购失败以后会很困难。更多新闻下载北京时间 APP， 每一条新闻都发生在北京时间。